现在要讲的七真传啦吼，七经端，七经端呢吼，伊个故事的内容最主要是七经人呢吼，伊修炼的过程，这是上重要，就是他的过程。咱对学修的咱的道亲啦吼，啊，咱也是经由咱七经伊个苦练苦修了后呢，修行正果。身为真人呢，那咱就是有一个哦，咱讲路脉啊，因为有新鲜指路嘛吼，新鲜给咱指路，因为因嘛是人呢，所以较早就拢有讲到一句话，讲新鲜本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坚。啊，这就是七真的吼，最原始的动力了吼，新鲜本是凡人做。只惊凡人心不坚，即嘛来讲万转心如不动舟，风翻浪影便难收啦。临流即定交河道，一路轻帆到换头。就是讲到吼，这个姑娘村的兄弟啊，来到咸阳大渭川的时阵呢吼，见到这个屋屋已经拢破。村落荒凉啊，有三位老大人坐伫庙口咧吼。这张村就我来甲问啊，伊讲王浩良的这个居住的诶，这个所在唔在住伫对啦吼。啊，伊就甲讲啦，讲啊，你问伊要创啥吼？啊，你家有啥物瓜葛？啊，这姑娘村就讲啊，讲阮就是伊的徒弟呢吼。啊，这王浩良。吼、哦，就是阮的师傅啦，伊伫个山东团刀五法成仙呢，阮几个人送伊吼，即、這个灵柩归来到即个南山之下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已经甲安葬好势啊，即马要来看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伊老大人所居住的故里啦，即老大人呢吐一个大气，伊讲啊，你的师傅啊，就是我的叔伯兄哥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人叫我王三老。啊，阮宗兄离家了后呢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吼、哦、阿嫂呢，就是忧郁升级，啊，所以讲肉体下薄。啊，伊的这后生秋龙呢，甲着因这个啊丈人呢，吼、哦、去啊，吼、哦、去住伫因丈人因遐呢，一年半载呢嘛无转来呢，啊，所以讲厝内底讲有嘛等于那无啊啦，吼、哦、啊。大渭川呢吼，啊，所以讲自我宗兄走了后呢吼，这村内呢，当事人呢都愈来愈少啊，啊，所以讲都无人出头料理啊，都随在吼争头啦，吼、哦、愈来就愈败坏。后来听讲这个浩廉升了仙呢吼，伊这个南北川遐哦，有人呢该修一座庙啦。即嘛，这道大人呢就该讲啦，伊讲啊，我有听人讲。讲伊生身得到伫即南北川遮吼，有人甲伊建庙呢，吼恁去甲看卖。即卖五个三兄弟呢来到即个庙里吼，果然顶悬有塑造着即个师尊的形象啦吼，都敢若袂输我的同款。哇，大家看到王重阳呢吼，人甲伊做即个吼形象呢吼，甲伊我的人同款啊呢，所以讲俨然如生。所以五个呢，就赶紧的吼，就甲跪落去拜。啊，跪落去拜呢，看这对联呢吼，有人安尼甲写，写讲仙道属于含阳啦，吼，出酒灭火，随温公以故里，师傅驱瘟啦吼。几年前呢吼，王重阳就分身，伊还搁伫个吼，这个马家庄吼，啊，伫个讲道的时阵呢，含阳呢。吼、哦，这个瘟疫流行嘛是非常的严重啦吼。伊讲吼，一个黄衣的道长呢吼，诸师灵符呢遍地乡村吼、哦，所以讲大家呢，因为安尼这个瘟疫才来消除啦。所以这个寒阳市呢起火的时阵烧到民房呢，才拍袂花，嘛是看到这个穿黄衣的道长呢吼，穿黄袍的道长，对这个酒店出来了后，手捧半杯的酒，饮了一嘴。该化作这个水呢，吼，将这个含阳这个大火呢，一嘴酒就全部给灭掉去啊！大家就感觉吼真神奇啊，都足济人来解问啦吼，伊就讲吼，三环一滴是生三十张口为名啦，啊，所以飘然而去，转眼不见。过后呢，人家知影讲哦，三环一滴。是生啦吼，啊，所以讲三怀一滴就是王嘛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大家呢都知影
知影讲这是咱的王浩然先生的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这个话呢传到庄下来，人家知影讲已经先生得道啊啦吼，啊，所以人讲先生呢总是有化度众生的责任，所以王重阳到处呢吼显化显这个吼圣迹。哦，啊，当这徒弟呢，知影讲老师呢，吼，咱嘛甲起庙啊咧，吼，啊，咱即马呢，五个人拢斗阵行做伙，安尼三五成群呢，安尼嘛，要安怎去修呢？吼，安尼咱即马西兄弟呢，直接讲个好势，拜别了吼，王重阳文书了后呢，就按算讲要分道扬镳啊，吼，每一个人呢去找恁家己灵山洞府，好啊去修行正果。读书的就是讲，在咱成就了后，然后在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，咱七个师兄弟呢接过来，吼、哦、重聚了吼。即、哦、马大家安尼拢拍算好啊，拍算好啊。这个老丁生呢吼，啊，加咱这个侯太国、王玉阳、谭中金呢吼。有的往西南方去，有的往东南方去，啊，后台国往东啊东边行。古良村呢，看因呢每一条路，啊，都师兄，吼、哦，刘长兴行东南方咧，王玉阳行西南方，啊，谭中正行南边咧，后台国行东边咧，啊，古良村讲，嗯，啊，几条路拢叫人行完咧，啊，我都无路行咧，安尼我都归去到陕西的所在啦，无法度日啦。苦自修行，伊就安尼想啊，讲人东西人别人拢进去啊，安尼我就到这个陕西就好啊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这个库中村呢，吼、哦，伊就到陕西啦吼。啊，咱即马无讲求库中村这边，咱即马来讲这个侯太国又到晋地吼、哦，看到这座桥呢，哎，这桥卡呢，佫十分清净呢，正是最高的时阵呢，伊就伫这个桥卡打坐。起身呢，拢无人知影，哎，感觉真清净啦。了后呢，渐渐都有人知讲，嗯，啊，这个人呢，吼，他也拢逐工拢伫遐咧静坐呢，吼，啊，他有法度好放下这个牵肠，吼，啊，所以讲伫遐坐，啊，我也无啥看伊起来咧食物件，感动了足侪居民的呢，看伊终日打坐，知影讲啊，这是修行的人呢。很多人就给他送一些饼啦，送一些可以吃的东西，那剩下来都堆在他的面头前，那些乌鸦啦，有的没的都来那里、哦、你加一袋，我加一袋、哦、那些孩子呢看到哦，较紧的又给他捡来吃，在这个、哦、这桥卡呢、哦、孩子呢看到一个人、哦、都像石头人一样坐在那里都不动不动、哦啊、坐下有时候整部整天、啊、没起来吃饭、啊、人关物件要吃，伊嘛无吃。啊，这个囡仔咧看到趣味，就踮喺边啊吼，踮这侯太哥面头前底下咧耍啊吼。看到伊坐咧嘛，嘛无咧叮当，就敢那插头同款。这个囡仔咧伫迄个所在，侯太哥底下坐，伊就两边个捡砖啊啦，捡啥，啊个贴贴贴贴的吼，然后佫用一挂树枝啦，伫顶悬咧做这个梁。这侯太哥随在因去变啦，反正这个囡仔，你要底下吼，甲我起讲。讲这吼、哦，伊讲这那是神爱甲起庙，伊那是菩萨嘛爱甲起庙，所以招招一挂囡仔，就都爱甲贴石头，甲贴砖啊，甲贴贴贴贴贴贴，甲有通夜风美吼。啊，即嘛吼，每一天呢吼，足济人呢，为这桥卡过，都向着这个侯太古呢，该捡条吼。这侯太古是一个有涵养的人呢，吼、哦，不管讲人安怎甲吵闹啦、打闹啦。总是呢，伊嘛无爱追求。有一天呢吼，这精装呢吼办这个观音莲大会，遐囡仔呢吼要看闹热啦，吼、哦、啊！这侯太哥就讲哇，我清净啊！遐囡仔拢要走去看这个观音莲大会呢。侯太哥呢一个人就叫卡，哦，感觉真清净啦。但是呢，忽然间呢吼，看到一个老大人。迄、那个老大人呢，伫这个桥卡的所在，伫遐咧磨磨磨磨。哎，这侯太哥看这个人呢，真无像咱一般的人。吼、哦，这个面呢，吼、哦、向伊甲看这个，又搁磨，搁继续磨。
十几届呢吼，将一块砖啊呢抹了了，又搁摕两块砖啊来抹。这侯太哥看抹规半工的吼，以为讲伊抹砖啊是要创啥物呢？是抹砖啊要创啥？所以这侯太哥忍袂调啊，坐袂调就爬起来。伊讲啊，你这位老者，啊，今日呢为下早起看你抹砖啊抹甲亲像，这个砖啊你甲抹了了，毫无作用啊！吼、哦，啊你伫遐直直抹。啊，敢毋是白费功夫呢？哦，忧心自拨于他呢，所以就问迄个抹砖的人讲：“你抹这砖啊，要创啥呢？”啊，这个人就讲：“人呀，人呀。”侯太哥便对伊讲：“啊，你是要做物件，你需要立一个，吼、哦，立一个模嘛。吼、哦，你立一个模，吼、哦，这砖啊，你甲抹抹咧，当只砖啊高，你若要做，你嘛着爱立一个模，你唔只有法度完成呢。吼、哦，先立这个模，你唔只有法度完成啊。”哦、啊，所以你干那多只直直抹，直直抹，你解啊砖啊抹圆也好，抹扁也好，抹到尾啊只砖啊拢变糊，安尼你就只抹敢有啥物意义？吼、哦，嘛袂当做要爱的物件，你无抹啊就抹到悬呐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立金不处法则，吼、哦，啊，直接抹要哪会成功呢？啊，我问你到底是咧抹啥物呢？这人就讲啊，伊讲我想要甲这个砖啊甲抹互伊光咧，要甲做镜来照。早暗呢，吼照家己的面容啊呢，侯太哥咧闻言呢，哈哈大笑呢，伊讲哈哈哈，砖是遐年呢，非铜非铁呢，烟灵抹得光亮，岂不是白费功夫啦？啊，迄、那个人佫较笑，啊，你笑要笑到大家来笑，啊，所以伊哈哈哈，伊嘛佮哈哈哈，啊，于你安尼讲呢，吼、哦，讲我抹砖啊是袂生根呢，啊，你死者活者敢就会成仙？你如此高做呢，无疑就敢那像我咧抹砖啊同款嘛，白了工的啊！啊，这侯太哥闻言呢，惊一跳呢，惊红，伊就较紧向头前要甲请教。迄、那个人我说一个，不愿甲你讲啊，算啊啦。啊，迄、那个人是啥？当然嘛是因师啊吼，因师看讲啊，你到这死济活济吼，啊因师就变一个老大人呢，来啊甲指示啦。吼、哦，侯太哥知影讲，这是愚人到处指点，高枝无益。吼、哦，收拾行李啦，离开了晋安桥呢，望这个幽暗里去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是第一段吼、哦，咱咧讲到这个侯太哥啦吼，讲抹砖王子用功夫，静坐高修起转高啦。两下即为费力事啦，一言提醒破迷途啦。咱即马无去讲即个侯太哥北游的代志，即马我要讲到即个中金南行啦。吼、哦，一日呢来到即个随州府的时阵，天色已经暗啊，并无古庙，也无亮灯呢。吼、哦，嘛无即个大即个客店，见路边呢有一座大庄院啦。吼、哦，这房屋呢真大。吼、哦，意欲先往呢就宿，先算呢吼化一点啊斋饭啦。伊就行到这个庄前呢，这个门内出来一个人，就敢那像掌柜的这个形啦。此人姓顾，名卓成，叫做如风，顾如风。少年嘛是好道之人啦，因为吼去学遐无学好的道友呢吼，装神弄鬼呢，甲骗甲吼，钱财损失真济啦，吼，会使讲是上了很多当。所以呢，伊看到道士啦，还是看到道人的打扮啦，吼，吼，伊就真气，会骂耍啊，甲压，你知无？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顾如风无爱阁看到这所有修道的人。这谭中真呢，对这僧来的时阵啊，伊就大声话呢：“道长，你免来吼，我这都对你分无的啦。正道甲我无缘咯，正道甲我无缘。”这谭中真呢，将伊看一眼呢，欲。你要甲开示的时阵呢，唔知影讲吼，伊到底会受人开示，也未受人开示啊吼。这就讲到这个谭中真呢吼，即马已经呢吼入了伊伫要修行的境界。啊，即马看讲这个谭中真呢，吼伊拄到这个吼顾如风呢，才顾一个人呢，伊要安怎去甲度啦？咱就下回再个连续安尼。或者七真呢吼，要讲起。恁哪敢那听咱的师兄师姐，咱大家呢，吼、哦，拢用心去甲听。
听了后呢，吼，你就知影讲真修书啦，吼，吼所讲的这个过关真言呐，吼，修道者不必爱铭记，所以讲吼，自我砥砺嘛，吼，咱每一个人拢爱修正啊，吼，要回归宇宙的故乡，后世人无要过来做人，吼，绝无迄种终南捷径啦，没有终南捷径，切勿妄想一步登天嘛，吼，所以讲吼，咱不是讲拜拜到老就得好。嘛是爱参访灵山，当作是啥？吼、哦，当作是咱呢吼，下当呢吼，找一个真好的这个所在。所以咱人呢，为着修行啦吼，咱必须爱去除五蕴，啊嘛就爱破咱家己的执着啦吼。所以咱呐讲无坚持到底，任劳任怨，一路行来吼，拢、哦、是摇摆不定。啊、哦，咱只求顺境，无多忍受逆境的话啦，咱就会半途而废。就敢那，咱即马七真人开始，每一个真人拢会得到磨考。每一个真人呢，吼，伫修道的当中呢，吼，拢是爱坚韧到底，毫无怨尤啦，吼，一切心甘情愿。所以咱来坚持，吼，咱来学七真啦，吼，学七真。咱人的命运哦，叫命运牵着走，随波逐流。咱自然呢，无得成就。所以七真人呢，的故事呢，会当予咱呢有咧修行的人吼，成为一种什么参考？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，咱呢要用这个心去跟随七真人，苦修苦练呐。吼、哦，真呢，咱讲真道到底有真苦嘛？吼、哦，啊你不管讲要磨人的心性也好啦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吼，啊咱要磨咱人的个性啦、脾气啦、秉性啦，要安怎去磨？就爱看苦中村安怎红博，爱看讲这个谭中真呢吼，即马去拄到这个吼冤鬼，已经去予人骗甲惊着啊！那讲到正道，伊拢总无要甲因结缘呐，啊，所以讲连一顿嘛无要施舍予伊啦，吼啊，看讲伊要安怎用方法来甲这个吼啊冤鬼来结善缘呐，咱等下回再过来连续安尼。